寡言送给我一个很屌的手办。什么？送了个什么？我到时候发微博给你们看。我早给罗外了。哦，没地方放了，好烦啊！放我家，我能帮你放。我东西是你的，但是放我家没事。好办法，兄弟。这没地方放的，不能只能放我家吗？给你们看一下。谁呀？这他妈键盘这样操作的？我飞起来了呀！我刚刚。你按键盘有啥用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就我在空中，我想吊住那个栏杆，你懂我意思吗？吊住，我吧，就疯狂按空格喽。你的样子像在键盘上扑腾，你知道吗？啊 way the hel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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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ay the hell oh my god 干嘛对不起我这个仓有人我不要点这个仓有人我走哎我还以为干嘛呢他拿到什么东西他会拿到东西我也以为他拿到什么好东西阿美我都只关心我拿到是否拿到好东西是吧我现在就是死没我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风火抢了灯不是你这个寿比南山是怎么说出来的兄弟你知道我已经借了500年了是吧别再乱叫了啊哎这你们看我只有一个办法了哎太远了哎这个东西可以倒腾一下呀送了个名人到时候还是还没帮我把灯全关了夜光鸣人呢、真的吗怎么都知道我喜欢手办生日都给我送手办根本也给我送手办还好多多今年就别给我送手办了谢谢我知道我一开始就说有的时候让我们送手办我就想说不送了他手办太多了没意思啊我这里也被送过了那、哎、他妈是音箱什么蓝种威武大气有病啊什么玩意儿他们看到我音箱说哇蓝种威武大气戴墨镜太屌了哎我标点仓那里是有人搜过的你们要小心啊敢过来吗？过来，我头给他打爆！暂时饶他一命，我去找蓝家飞。算了，坨坨也不用送太贵重。虽然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你5-6万的钻石手表也无所谓，这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心意，送不送都无所谓，啊、便宜也好，贵也好，最重要是心意，你懂了吗，坨坨？嗯，你懂了吗？那你自己送的时候，为啥不想到心意二字呢？哎，这不是心意吗？我就只能送这么便宜的啦，没东西送啦，我一个月赚个几个亿，我就只能送这么便宜的啦。这是他想象得到最便宜的，这是我最想象到最便宜的东西了。生日礼物不都应该送几万块钱的钻表吗？我突然都不敢说话了。我听到没有，观众朋友们，看来那边好好学学。我竟无言以对。暴宅，有没有啥好东西可以给我爽一下呀？暴宅，跟我走，暴宅。
多多，你要以后你就叫煲仔饭了，好不好？多多，多多，要不这样，我最近我喜欢上一个东西，我看你能不能就是帮忙。好，你说。迈凯伦720S。我免谈。迈凯伦720S。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哎呀，也就个500-600万的跑车。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疯了？你。你不是说除了你都可以吗？我宁愿跟着这个朋友跟你不做了，你知道吗？你看，薄情寡义救赎女人。我是疯了吧你？500-600万，你把我10个卖了也不够啊。10个你应该够了吧？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就是你现在这是我自己现在想象最便宜的东西。便宜这个嘛？心意嘛，哎，你自己非要问。我跟你说，我不摊牌了，我一直播一个月，我挣几个亿。我现在是住在岛上直播的，我是岛主，我买了一个岛。哎呀，你是岛主吗？对，我能买了一个岛，你知道你知道阿明现在一天有多忙吗？帮我养各种动物，什么？各种动物都要帮我养，不然要保持整个鹿啊、德德鸡啊，他家都有。这要保持整个岛的生态平衡，你知道吧？上了岛，你没有专人护送，你可能就被野兽吃了。嗯，我家里面，我每天醒来，我要上个厕所老麻烦了，要开我家里，要坐我家里面的那个地铁，足足坐半小时才到。不是你在你床旁边开个厕所怎么了？你在。不是有个东西叫痰盂啊，那个东西可以蹲的呀。没办法开厕所了呀。为什么？那家里面不是有再开不就家里面有几十个几百个厕所不雅观。我天哪，我服了。家里他妈几百个厕所，我的妈呀，他妈公厕都没你秀啊。大哥，一个岛是要我打理的吗？是的。那多累呀，我请了好多人知道吧。我蓝着飞。金二代。懂不懂什么叫金二代？什么意思？哦，金二代等于100个富二代，牛逼牛逼牛逼！原来是这样换算的吗？金二代你不知道？金子的金吗？对的。哦，金二代等于100个富二代。哦、我蓝湛飞金二代。有金二代了，你不知道吗？我第一次听说哎，我第一次听说。前面近点有 M24了，那就把它抢了。是金二代，不是金八二代。你们会说话吗？不会说话。就多说点，出本书行不行？谢谢邵莫言送的飞机，感谢感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比心，不用不用，应该的应该的。哎，开玩笑了，托托，随便你送了，有心意就行了。我知道啊，我不会因为你这些话产生负担，因为你说100遍我也买不起。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就我最喜欢就能有让我有惊喜的生日礼物就行了，比如什么迈凯伦 720S 啊，法拉利488啊。要是我给你送块砖头，你那太难了，兄弟。不是，你给我送块砖头，惊喜的人是你，不是我，因为我会往你头上拍过去。那我要是surprise motherfucker， 我还需要再走40秒才可以支援了你。在蓝楼上面。哎，怎么蓝湛飞从这经过没事啊？这问题问得好，这东西就是看脸，脸好就没死。邵莫言的飞机。脸不好就挂掉。这东西看脸。宝仔。脸不好去哪都会死的，一个人长得丑怎么都得死。一个人只要帅起来，全世界都帮他。比如我。我跟着蓝湛飞，蓝湛飞过去了没死，蓝湛飞。刚走到那个房子后面，他就出来了。我可以帮你们。如果两个人 run 你们了，你们最好先进楼。三个人都 run 你们了，你们最好先进楼。我现在不好开枪。哦，还有一个人去你们左手边，你们后面。后面有个摸金点了，就是你们转过身的105方向那里有一个。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摸在这个方向。啊，他死了。你给他点火力压制，他死了。Nice。好嘞。我去，
有瞄具就好了。全死完了。嗯。到我身。那帮我图图听好了，图图图图听好了。嗯。我要个垂直握把，还有枪头，还有一个轻型握把，还有托腮板，还有7.62的子弹，然后再要一个4倍瞄以上的瞄具，记好了。就是垂握、轻握，然后枪。垂直握把我包里有啊，好像。对，枪补托腮板，然后再加上一个4倍瞄以上的瞄具，还有7.62的子弹就好了。我的菜单就是有这么多，赶紧上菜好吧。为什么我死了呢？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为什么你的眼睛都是亮晶晶？还有个包在哪？海豹哎。我那边墙角还有一个包啊。OK OK。就我死在那儿。跟着豹仔走，有豹仔饭吃。后面路过的是我妈呀。哎、来。哎。我操！你这很吓人的兄弟。你还在往前走啊？还要不要按？还要不要按？去啊！你觉得我这么按会不会掉下去？应该不会，再往上按一点。还要多远啊？可以。不是你这个敲哥我，你掉下去不是我背锅了吗？哎，再来一下，兄弟，要不要再来一下？哎，哎呦，要不要还来？还来？还来不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有人吗？啊，有人，啊，有人，我回去帮你。嗯，楼上，几楼？楼顶没看到啊，小子。楼，你逼他上楼顶吧。南楼还是旁边那楼？南楼。边那个，旁边那个。啊，那你上南楼干啥？跳过去啊。哦。你要分享你的想法告诉我呀，不然我跟着屁股后面像个跟屁虫一样。哎，那个、想法不也是跟屁虫吗？有想法我就稍微还能配合他一点。很牛逼的，你上去干嘛？爬上去。嗯。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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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凑个东西吧，八倍镜。给你个八倍镜。锤子握把呢？轻型握把呢？拇指握把呢？刀塞板呢？枪刀的？没有。OK OK OK。拇指握把和枪不有。OK OK OK OK。还能不能再来个？应该有我的包啊，下面墙角。再来个拇指握把、托腮板，我什么之类的，垂直什么之类的。然后7.62子弹，快点，快点，快点，买菜呢，快点。拇指握把没了，快点啦！图图，我死在外面墙角，你去看一下。好，哦，看到了。海豹杀的人包在哪呢？一楼。忘不了你的爱，我截取又他娘的很难更改。哦。在一楼啊，这人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就锤子握把。哦，不对，他有空投了。为什么偏偏死的就是我呀？锤子握把，拇指握把，快，图图，快！带了，别急噻！快来，宝宝，宝宝，快来，宝宝！我不去了。美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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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你说他这人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爱好？叫好听的他不来。应该是，他还喜欢我们叫他蛇蝎美人。你叫宝宝显得我是个弱智啊。那叫啥不弱智呢？美女不错啊。哎，那个谁，老姜，你包在哪？我给你指一下啊，在马路那边，马路牙子。不会掉头。我在板谁有、啊？你刚刚搜的黄色建筑。我在板谁有啊？黄色建筑。哎。左边。来，顺便救一下。看到吗？那个有盒子，墙角。看到了。先救个人吧。我给你带个轻型握把呀，哥。好的。有个人死了，他不知道为啥跳死了。好，我来救你。别急啊，包仔。带个消音器是因为我待会要给他枪补，我自己带个消音器，懂了吗？我跟你说，你还欠我一个消音器啊！我跟你讲。那个是补偿器。我希望你们不要起哄。蓝战飞臭被子只喜欢尽在掌握。
我操，老子就知道你又想泡我。我的。唱这首歌你想暗示什么？我告诉你，我俩是不可能。我的，我的，我的。我觉得你要原谅他，他看见你，他的心都在燃烧。我的，我的，我的。真的，他刚才又暗示我。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上面有556，你给点762行不行？拖三板走一走，8倍行不行？你看我长得像762吗？八倍，快点。我看了，我看。556，他跟我要762。哎呦，我看你长得挺像直角握把的。给了你个锤子握把吗？你怎么又想？这里有5.56，不是，来。我有，我380了快。我要762啊，给我找点762，还有拖三板。哎，老家他刚刚是从这里走的吗？他刚刚切第一视角，再往前蹬两步，就这样吗？对，看着你脚下，90度，对，往前走，往前走，啊，对，就这样一步步试啊。走走走，可以，差不多了，再往前要下去了，再来，漂亮。啊？啊？不好意思，高手操作。啊？没摔死这个逼吗？不，你去楼下接我。啊？我去哪接你？去楼下接你。是。你这个操作的心。二倒了，等我下去，你再下去。等一下。我要762，我要762，我要762。有不给你吗？叫就有。我要762，我要762。那你要，跳吧。我要762。要。哎呦。好蠢哦！忘不了你的爱，结局难更改。我不想看你了，海豹。唱歌是这样唱的吧？没问题吧？行。为什么我唱歌没有老表那样感觉？忘不了你的爱，是这样唱不？谢谢3277的100个福袋和超大玩星，爱你哦！当你的眼睛眯着笑，为什么我唱歌没有老表那感觉？因为每个人声线都是不一样的呀。火车来了，开走！深夜来了。好，快炸了！你打我！你打我，你马上就死！我走！我甲没了耶！现在有件很好的事情告诉你们，我没子弹了。啊！我怎么看不到他？好吧，我能救你吗？我在楼梯。对。人在哪？来了。目前看不见。二等，没事。啊！我已经尽量在很下来救你了。你看我下的快不快？你看你快！大哥，我在楼梯、啊。你们是在为难他胖虎啊？我被打。在楼梯，你在干嘛？你们真的是在为难他。我被打了，我脚就滑了。我要是按部就班的下来，我是救不到你的，我必须得冒险跳一下。救得下来，救得到，我就在楼梯啊，哥，我又不在楼底下。哎，够了吧？不给我捡762，就这种下场。真的为难本胖虎。哦，海豹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唱过歌，你生日我给你唱首歌吧，江南。其实江南海也觉得就，哎，我死了之后，我死了之后，这两个人硬是把自己给玩死了，你说，啊？关你什么事？我哪是玩死啊？我是救人。
梦想，可爱恋恋梦恋梦，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给我帮忙。到想象的地方，穿越了时光，来，我们即将时光机，昂昂昂，哆啦 A 梦和我一起，用梦想发光，怎么样？江哥，这生日歌怎么样？江哥，你说话，江哥。哎，洗洗耳朵，再听首歌，洗洗耳朵。江哥，你说话，江哥。啊，好听。鼓掌，我全都听完了。江哥，你没听我？好听，真的。江哥，你没听我说话？我听了。哦，我都没听了。没听。我听了。没听。真的好听。没听。我听了70%。我没听。我真的听了，我听了70%。你不相信问他们。主要你要知道，年纪大了，知道吧？我心脏有点受不了。啊，要这么多啊，这个逼！没好好听我唱歌，唱歌。今天生日，我好好的给你唱歌。居然这个样。我听了呀。今天晚上我不去了。别，没有，那你再唱一个，我直接给他听完，好吧？我的心已经碎了。我刚刚听了70%都不止，听了80%。别讲 ，yes， 真的，我不骗你，我有录屏的。没意思。有意思，真的挺好听的。我觉得就是你学胖虎，真的学的挺到位的。yes， 其实刚刚唱的真的很好听的，没必要再为这种人唱歌了，真的。难道不听你的这种人，有必要再为他唱吗？没必要。yes。这么好听的歌没人欣赏，而且你是为他唱的呀，这种朋友你觉得有必要再为他开嗓吗？没有必要。你这辈子都得不到我的歌声了。你这辈子都休想了，知道吗，老姜？我以后就唱给唱没有，我真的听了很多很多。我以后就唱给图图还有那个海报听，你休想再听到我一声。哎呦，我难受的了，我差点哭出来。我跟你说，我以后都听不到唱歌了，我靠！挺好听的，快乐听着。哎呀，扇自己一巴掌！自作孽不可恶，上天逆上逆天尚有生机，逆无逆无什么来着？哎，我这把好像什么都没干。没关系，你可以吃鸡呀、啊，残局大师嘛 ，OK。太可惜了，哎呀，我沉浸在悲伤中，久久不能自拔。你个宅子，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飞哥，他都这么难过，飞、哥再给他一次机会。没事，我不会再给他机会，真的都哭出来了。除非他求我，我今天在他生日的时候，凭什么以后只有图图和海报听得到？如果他现在道歉，求我，我今天晚上才会愿意在他生日庆祝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给他再高歌一曲。不然我这辈子不能原谅你了。这波怎么说，老姜？这波怎么说？这波你怎么看？这个其实吧，我你该做的也做了，该求的也求了。我觉得吧，就有些人啊、嗯、就不要再给他机会了，真的，他失去了之后他才知道珍惜。对，懂吧？就一定要让他吃到这个教训。嗯，
对不对？行，将来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原谅你了。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让阿明阿豪拖两个音响过去，我让你好，整条街都能听到我的歌声。飞哥，我教你，你把他带到个屋子里，就唱给他一个人听，显示你足够的诚意。我跟你说，他一定感动到哭了。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人听。我一定要让你过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我操，可以。老姜现在的心用一首歌来形容，叫《心如刀割》。太荣幸了，太荣幸了！他竟然要带两个音响让我听啊！心如刀割，听一下。哦。很好听的老歌。因为我们是兄弟啊。可以可以。兄弟无需多言。太感动了，兄弟，太感动了。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妈，你进小房间了，你不是坏事人吗？我觉得我难受。你坐进去，你在小房间里面是吗？你开着。自己炸自己，Surprise, motherfucker!
不会一打四吧？对，把老子炸懵了！哇，你躺在这里的姿势，哇，把我炸懵了，兄弟 ！Surprise, motherfucker！ 我感觉他在对我讲这句话。